继续来关心嘉义县的消息。嘉义县政府今仔日举行运用虚拟科技以及行动支付行销活动推广启动媒体发布会，潘手礼协会以及知名观光景点总计有25间的业者，都入首波行动支付成为示范店家，提升嘉义县内行动支付工具的普及性以及便利性。即日起到2019年3月28号进行，到嘉义县行动多元支付示范店家，凭着非现金支付消费，就会当直接参加好礼抽奖，将高高路电动机车骑登去厝。协助商家导入行动支付服务，并搭配低碳旅游推出快乐旅行家 APP， 提供观光客创新旅游服务。目前有潘手礼协会以及知名观光景点，总共有25间的业者。多日首波行动支付成为示范店家，即日起到2019年3月28日，前往嘉义县行动多元支付示范店家，凭着非现金支付消费，就会用直接参加好礼抽奖，有各个路电动机车骑上去。好，我们欢迎嘉义县的所有的店家哈，来加入我们嘉义县政府行动支付的推广方案。那如果你到店家在3月底前要导入，我们都免保证金、免装机费、免月租费，所以这一台机子就直接送到你的那个店家，让你来开始来使用。而且每一个消费者，我们只要保留存根，我们还抽出在3月底前要抽出2台的 GoGoRo， 鼓励大家未来用创新服务、用低碳来旅游嘉义，那可以到每个地方吃美食、住宿、喝饮料这样，欢迎大家来嘉义用行动支付来给我们促进我们在地的观光。我们未来县政府的各个服务包括一般区户政事务所的规费的收取，那像学费单还有像那个政府机关的罚单，我们也都会导入行动支付跟多元支付的。我们让所有的民众可以更方便来跟政府机关缴纳相关的规费或罚款。我想这个嘉义县政府从商家导入，未来我们整个服务面。嘉义县副县长指出，现在小额支付工具相当多元，透过嘉义县海线创新集团休闲服务示范整合发展计划，这台整合型的刷卡机结合电子票证、行动支付、电子支付、信用卡支付等等一机多用的支付工具平台服务，也邀请有意愿的店家来加入，将免费提供业者一台整合型的刷卡机，开启嘉义县行动支付整合，让行动支付玩乐嘉义县 ，No Cash 也用的轻松配。谢谢新闻创频道嘉义县采访报道。